看什么呀？这狗仔不可以过来。你起来，这里，站这里，不许动。你知道这个抱枕是买给妹妹的吗？啊？知不知道？为什么要把那个抱枕给咬坏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到时候你媳妇来到家，我告诉她抱枕是你咬坏的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把你鸡腿给她，她就会原谅你啦。你开心什么？啊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你那媳妇要脾气不好的话怎么办？好啦，到时候我会帮你说好话的。你还站在那里干嘛？啊？你自己说，老爸每天给你买这么多好吃的，是不是？给你买好穿的，好玩的，还天天带你出去玩，啊？你咬坏老爸的东西就不说你了，啊？你干嘛要把你媳妇的东西给咬坏呢？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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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每次都这样子。上来，起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宝宝，嗯，起来呀。以后不能乱咬东西了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听到没有？老是乱咬东西啊，到时候你媳妇回家就嫌弃你啊，嫌弃你啊，嫌弃你是只海豹。他咬坏他的东西，他不要你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认真看，你还真的长得像一只海豹。你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